玛丽，来了，那个邀请函带了吗？我不叫玛丽，我叫赵玛丽。啊，邀请函带了吗？邀请函？我和谢宏祖的关系还需要邀请函吗？哎哎，是这样的，里面已经理成了，你进去也没意思，而且你看小谢那个样子，他真的配不上你，玛丽。我叫赵玛丽。你长这么漂亮，一定有不少追求者吧？嗯，关你什么事？不然这样，我们两个喝咖啡。你不要再动我了，你再动我要告你猥亵了。 你信不信一会儿我把保安叫过来？是不是没有经过派出所啊你？可以感觉出来，平常我在健身吗？变态！那边，玛丽，你听我说。哎，保安，松开我！不是，你听我说。保安，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他要猥亵我。王正，赶紧把女朋友带走啊！我朋友结婚，你们不要在这里闹啊！ 你要想求复合，你们去别的地方呀！那我们先走。我不是男女朋友，我不是男女朋友，松开我！我根本不是男女朋友。哎哎哎，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保安，快帮我下来！我根本不认识他。哎哎，保安，哎，保安，快帮我下来！你们那怎么回事？你们凭什么相信他们就是男女朋友啊？万一不是呢？现在马路上骗子都用这招的，你们应该报警的。 这不是你说的吗？对啊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做保安的应该多留个心眼。不过那两个确实是男女朋友，没事了，谢谢。